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正方事变的总结陈词，时间为四分钟，计时开始。听到对方排斥舆论的借口，这多少让我感到有点厌倦。在中国，阻碍司法公正的究竟是那些强权的干预、金钱的左右，还是民众的声音呢？2009年，一个名叫王帅青年因为上网发布了一则影射荷兰宝林的帖子被跨省追捕，之后因为发帖而被跨省追捕的新闻屡见不鲜，以至于它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和今天的反方一样，有些人觉得我们的网友和网络媒体实在是太讨厌，我们究竟冒犯了什么？如果舆论永远都是赞美，你还会拒绝它吗？可舆论的价值不就在于质疑和批判吗？躲猫猫、开胸验肺、天价过路费，这些仿佛奇谈一般的案件，难道我们连评论一下都不可以吗？是的，这些网络舆论当中有很多情绪，有很多错误，但是如果我们要求舆论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正确的，那还有谁能说话？还有谁有权利说话？没有人敢说自己的话是100%正确，要求别人说的话必须是对的，就是不让人说话。对方一直在说权威、独立，难道对外界的意见通通说不就是独立吗？对人民的声音避而不听就是权威吗？任何一个行业，只要成其为一个行业，它都必然有它的专业门槛，但是不应该成为拒绝民众声音的理由。舆论当中也确实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但是恰恰正是在这样的空间里，任何一种舆论言论都不再具有杀伤力了，因为它就好像江河湖海，怕的不是有杂质，而是成为一潭死水。我们经常说要实现正义，哪怕天塌下来，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的核心追求。如果网络舆论阻碍司法公正，我们为什么不禁止它？我们为什么不在司法领域禁止一切网络舆论？我们为什么不禁止法官接触网络舆论？如果网络舆论阻碍司法公正，我们为什么还要停止直播？我们的裁判文书为什么还要上网？这是不是说明公开和公正是密不可分的？这是不是说明人民司法要求我们必须回应民众的诉求？我们早已告别了天威不可测的过去，又何必踏上司法神秘化的老路呢？法律面向的是世俗生活，法律必须讲人话、懂人性，必须接地气、得民心。在网络时代，网络舆论就是舆论的主要载体，即便是充斥着情绪的舆论，情绪的背后也隐藏着民众的诉求。识别出这种诉求，并对这种诉求进行回应，不是法治的其中之一吗？毕竟如果没有得到公众舆论的回应和支持，法律是没有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舆论不仅是司法的镜子，更是司法的根。如果你愿意起民情查民意，如果你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法律的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当舆论的灯光打下来，有什么好怕的呢？让你闭目塞听的究竟是你的恐惧，还是你的偏见呢？我想一个真正有勇气的司法，是不会是一个真正自信的司法，不会缺乏接纳舆论的勇气。一个真正公正的司法，永远不能也绝对不能依靠鸦雀无声来维系。谢谢。谢谢正方事变领导的总结陈词。